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欧嘎米大神。那陪我的依旧是昨天我累哥，今天没迟到的娜娜啊。哎，嘿哟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。哎，好，那我两天没吃刀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哦，好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对你拍一拍手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那今天呢？今天的故事跟昨天一样。如果你昨天有看过，那今天可以不用看了，因为昨天延迟加累格，所以今天就重玩昨天的故事内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既然昨天都已经。都不用再问会不会 po YouTube 了，我每一天都有 po YouTube 啊。他都有 po 啊，我一直都有 po YouTube 啊，你都没有看哦。我有看啊，我看啊。嗯，有 po YouTube 哦，你都没去看。嗯，好啦，抓到了，没看。这不是重点啊。嗯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游戏。那今天呢？今天的故事内容跟昨天玩的都一样，那就是在。原野上奔跑，没有。然后我们要先去找谁啊？啊，不存档了，直接先冲出去再说了。就冲出去，哦，好伤心，还要重玩一次。对啊，吼，昨天那个嘛，画面不能用啊，而且还延迟12分钟，哎，超强。对啊，还延迟，大家没有办法跟观众们聊聊天哦，这样子直播有什么意义哦？对不对？来啦，再来玩一次嘛！我刚去玩饭，暂停一下子。啊，来啦，直播重新开始啊！不要难过，直播从来不见得不是好事啊！我们走，这些都不用再讲了嘛！哎，我们现在知道做什么，所以就直接去做。咚咚咚！对，哦，延迟没有办法抛 YouTube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冲到这个村落的入口处，然后跟虚无声讲话。他叫虚无声吗？还是叫什么声？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声啊，人声就是这样。嘿，回来了哦，走，这里都讲过话了，不用讲了，直接去找虚无声了。呼呼呼，对你用简体的话，就不会出来。真假的？不是会出来啦，只是没有办法出题显示啊。喂，来了，虚无声跟你讲话。哇，我感觉到了古老的妖怪的气息在林中哀嚎声中消失殆尽。那位叫虚佐之男的勇士命运竟如此坎坷。刚才一瞬间，我感受到虚佐之男的命运有了新的方向。这莫非是恋情？嘿嘿，这一回可是好好尽兴了啊！我印象中的故乡也常常办着这样的庆典，点点点。我可不是想妈妈了啊！话说天公，咱们不能再这样悠闲下去了。你说得出咱们手上有哪些笔业吗？啊，画龙一闪，光明樱花，辉玉，辉玉没错。嗯，还有水乡。月光疾风红莲，咱们千辛万苦共取回九枝了啊，剩下四分神却还迷着路找不到家，剩下的四个笔业个个都是出了名的妙笔。中金国的乡村咱们都收骗啦，反正这样吧，反正大神的事也告一段落了，差不多也该去都城看看了吧。人潮熙熙攘攘的地方，说不定比业的分神就藏在其中哦。哦，在讲字，是否在意虚佐之男的恋爱运呢？不在意。按道理，那位男子应该已经归来了，可老夫却察觉不到他的气息。也许他现在正与思念之人在一起。啊，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。好了，不打扰他们了，我们走出去。喂，怎么了吗？今年的神木祭终于落下帷幕，希望明年的庆典上大家也能够欢聚一堂。好了，咱们差不多该出发去都城了，剩下四个迷路的分神得领回家吧。哦，噔噔，要出发去都城了，噔噔噔，哦，白天呢？
来来了，娜娜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天照大神。刚成大业，却必不得已踏上旅程。小女孝也痛心难堪。怎么了，孝爷姐？送我们送的这么远，这是中金国的木精灵特有的操心的毛病吧？可是霸极大蛇断气的那一瞬间，我弟弟一看到从地上卷起可怕的妖气，升上了天，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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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。从这次骚乱，我感觉到强大的妖气不仅仅来自大蛇，或许还有其他什么真身不明之物吧。什么是真身不明之物？多亏了您这片神州平原反省如初，苏醒如初，苏醒如初。OK， 好，抱歉，对不起。但这东泽国难有所到之处，便闻悲鸣之地。特别是高公平大吊桥的对面，两道原则都传来的召唤，叫唤叫鸣啊，随便啦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地狱。咱们就刚刚决定去那边了，而且从大蛇残壳上出现的几轮妖气的漩涡，顺着两道原则都的方向飞去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小女校也不得而知。将天地惨若混乱，漩涡的宿世因缘，并未画上句号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所以我们还有得玩嘛，对不对？等等，校爷姐，既然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之后要发生什么，发生什么，就不能讲点好听的吗？是啊，哪怕前方埋却着重重困难。您贵为大神，一定能将大义归切到底，贯彻到底，贯彻到底。好，对不起。愿你的所到之处都有花枝芳香的守护。天照大神一寸，保重，撒由那拉。保重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说什么保重，还一边说这么吓人的话啊！反正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比耶会这么容易收集齐。目标都城，我们先到高宫平原关所去看看吧。高宫平原关所有够远，好了，走了，回来。我们先去学那个好了，学那个什么炮坑一大堆的。炮坑一大堆的，不是啦，要这里还有一招嘛，那个无理啊，无理之极意有没有？昨天有学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啊，昨天你有在实况吗？我不禁这样怀疑，你昨天有没有认真在实况？啊，娜娜。嗯。我不禁在怀疑你昨天有没有认真实况。这个人怎么跑下来了？这个人是谁？怎么跑这么快？怎么跑这么快？跑得比我还快。跑掉了，消失了。好快哦！好快哦！瞬间就不见了。哎。他跑太快了。他在干什么？还在下面即兴啊，不是吗？走了。哎，被鬼抓到了！啊呜啊呜！哇！打！呜！我一闪你闪！呜！我呜！无用，又无用了，天地无用！砍！呀！好了，解决了，让我出去了。本能奔神啊！大神降临了，来，怎么掉下来？我会地面跳。学那个什么先？先去道场学无理之极意，然后再用。这里有一匹马，喂食秀。我怎么叼人家的屁屁呀、啊？你好变态哦！大神不要做这种变态的事情。喂马，马在吃了，又是一个秘密嘛。无理之极。好大只的马哦。酷毙了。噔噔，好了，看完了啊。喂，来，哦，西亚哇塞。
加了8点给我，我讲回同样的话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才8而已。才8而已哦，没关系啦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有就好了。有就好了。喂，这里有猪猪，哎，喂过了。哦，冲进去。噔噔噔噔噔，请听啊！哈哈，你又来了，凯尔兰先生，难道说你又是为了虚无而来？哦，无理神器，无理哦，100,000元，你要写这个，贵到不像话！哇哈，什么？你还想搞这无意识吗？哦，说，老夫也没有办法了，老夫都这个不会放水了，呼，哇哈，我一要转头了，还要变身了，噔噔噔噔，老夫又变身了。他的头到底用什么做的啊？他的头用头做的。嗯，啊哈哈，做好心理准备了没有？好吧，跟我进来吧。哦，进来了。噔噔噔，进去啊！100,000元，100,000元就学一招无理。现在开始练习啊！这个字要学习神技无理，先把你领悟的极心的好好刻在脑子里吧。哦，神技无理之极意啊！战斗中轻轻按下圈圈，给人家。无理的攻击哦，于是妖怪就会化为妖怪娃掉落下来。怎么样，理解了吗？哦，懂了。现在就把这个记忆书指南书交给你哦。忘了武道之魂，就拿出来看看，回忆起那颗火热的心。从师傅那得到了记忆指南书。这次的记忆只要有身怀绝技的高手才能使出来的高等武术啊、没有那种半吊子的修行的等你做哦。现在等你熟练了，再放生到野外，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吧。喂。开始了，啪啪啪！哦，出来了，无理啊，无理撒尿，无理的撒尿啊，这就是终极无理之极意哦。转个角度让大家看一下，太无理了，为什么？太无理了，无理至极啊！用处不大的无理之极意哦。这样你又学这招干什么？还想听一只灵物级一只鸡呢吗？好好的刻在脑子里，无理之极意，怎么样？理解了吗？理解了，理解了啦，半吊子啊！我不想要啦，我想对师父撒尿。哎、欸，我想对，好像你射杀到失败了。他没，因为他圈圈按撒尿是同一个、啊、半吊子的修行让你做，所以要远一点。对师父，哎、欸，我要对师父撒尿。哦哦耶哦耶，无理之心得啊！哦噜噜噜噜噜，阿拉布拉布布噜，阿拉布。好啦，再杀啦！什么时候会给我那个啊？骨头啊！骨头。啊，这样撒尿要撒尿多久？好恶心哦！哎，跳起来撒尿，哎不行。补充撒尿，哎。好啦，走啦哦，真是的，无理之极。重笔神已经走掉了吗？没错，我走掉了啊，已经杀过好多次了啊，哪有这么多尿可以杀？对啊。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去那个、啊、人鱼谷前壁啊。走吧。喂，走了啊，他能教的都教完了啊，他就会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教你的，哎，忘记问他了，这一句话一定要看一下。喂。你看，请听啊！可爱蓝先生用来串门子啊！可是老夫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你了。你果然是要过去一趟，到外面去好好玩吧。嗯，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我了。我已经把他的极意都学完了，无理之极意。真的超多的。对齁，我要换一下装备。这个是狼，不是狗。啊，把这个换到外面，把这个换到里面，这样子，把那一把剑收起来。干嘛？你那么讨厌那个剑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干嘛跳下去啊？干嘛跳下去？因为要丢人鱼骨钱币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那个啊，关锁啊！用来走啊！你用走的、哦？你认真的吗？对啊。咚咚咚！你看，直接飞到高公屏。我告。高秀，高公屏我来了。喂。噔噔噔！哦，这个小女孩讲过话了，都不用讲了。这里，哎、欸，这个鹿竟然还没有喂食、欸，哎，喂食你们似乎不感兴趣，那一定吃草的。鹿吃草，哦、鹿吃草啊，不然是什么？吃，我差点想讲成吃大便。